李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杭出事了，我当然要来看一下呀。顺便把我们家汪汪送过来。汪汪？什么汪汪？对，洋汪汪。他是我跟杭在路边捡到的小狗，我相信有汪汪的陪伴，康肯定会振作起来的。行，那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先进去了。 李花啊，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？哎，我帮你吧。嗯，我帮你吧。不用，你陪汪汪玩吧。汪汪汪？嗯。你说他呀？对呀，人家还有姓呢，人家叫杨汪汪，你亲儿子。杨汪汪啊？嗯。不对吧？他应该叫李汪汪吧？ 还有什么儿子啊？我老婆都生气了，陪什么儿子玩啊？别说这种话，别为了我连你狗儿子都不要了。嗯，没事，我来帮你。你要不要抱一下？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喜欢小动物。我是很喜欢小动物，但一直没有机会养。而且是刚刚李菲菲她忽然出现，然后就把它带过来了。我想说，你应该也会喜欢小动物，所以就跟它租了嘛。 租？是啊。他不说这是你们俩一起在外面救的吗？是啦，但也不算是，就那时候我们遇到他了，他受伤了，但后来是欧阳出现了，叫欧阳带他们去动物医院了。他受伤了，好可怜呀。来，小心哦，但他很乖的。哎呀，你好乖呀。 你们吃完吧，今天交给我。好，那你收拾吧。哦，排骨炖汤啊。好。汪汪，李汪汪。